季又搁要到啊！中华县文化局四月份伫县内五大书院举办2016中华县考生祈福活动。首先登场的是中华孔子庙，由为县长带领考生伫隆重庄严的仪式祈福之下，得到智胜先师、文昌帝君、甲魁斗星君等等神明的保庇，予考生伫咧考试的时阵，会当穿着衣服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为县长带领考生向智胜先师孔子上香，祈求考生会将顺利考到心目中上理想的学校。由县文化局所举办的2016中华县考生祈福活动，这个月初二伫咧中华孔子庙登场，由中华县长魏明国亲身主持。魏县长表示，中华县文风鼎盛。孔子庙更是培育中华县儒学甲文人的所在。今年考生祈福第一站选择了孔子庙来举行，希望会当借着考生祈福活动，予中华县的子弟拢会当伫一系列升学考试甲国家考试上金榜题名，排伫头前。啊，考季又要来临了，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啊，跟文化局以及各级学校来这里举办。今年度的为考生祈福的活动，那我们彰化县总共有五个地方五个书院，我们要连续的办五场的为考生祈福的活动。那我们彰化县是一个文风鼎盛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们出了很多的一些文人哈，那我们孔庙也是我们孕育我们彰化县儒学的地方，在1726年，我们这个孔庙就已经建成了。可见在300年前我们彰化县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地方。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考生祈福活动，在今年一系列的一些考试，以及国家举办的专门职业的考试我们彰化县的子弟个个都能够进榜提名。伫咧祈福祭典了后，县长嘛带领学生伫咧祈福气球顶冠签名，并且祈求考生考试分数 up， 愿望达成，金榜题名。县长的施政，中华来来来，中华管治理。除了中华孔子庙以外，四月初九伫宝岛电缆宫，四月初十伫咧河尾道东册院，四月十六伫咧鹿港文凯册院，阁有三场考生祈福。欢迎考生甲家长踊跃参加，做伙为学生祈福。相关考生祈福活动资讯，会登到中华县政府文化局网站查询。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